我认定你了。哎，咦，我不认。看，哇，这么短时间你哪来的？多亏你点拨，我直接把沙漠角的宝库给端了。小姨子，这回我不算白吃白住了吧？给奎儿买个大宅子也够了。你把沙漠角的宝库给端了？啊，你还能全身而退？不仅全身而退，我还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，估计十天半个月都不能出来作恶了。哎呀，修为了得呀，我欣赏你，姐夫，我认定你了。哎，咦，我不认。我愿意与你在一起，从来都不是因为富贵显赫，我也从未觉得你困苦潦倒，赚钱养家，我自会同你一起。你现在去抢夺他人钱财，和那些恶人有什么两样？你是打算一辈子以此为生吗？还有你，你不仅不劝导他，你还赞许他。你是打算与他同流合污吗？你们都太让我失望了。哎呀，其实那个沙漠角啊，都是恶人。嗯，那也不对，不对啊。奎儿，姐姐。哎，哎，别动，人家的。看看吧。也行。奎儿还生气呢？我是气你糊涂，他是因为我想考验你，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不在乎那些的。我心里都明白，可是叶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你当初说想开个医馆，开门救死扶伤，关门共享天伦，我就那样答应了。可是我忘了，我竟一无所有，生计还得靠你。夫妻是比翼连枝，只要你行正道，其他我什么都不在乎。方才你骂完我，我一直在反思，打家劫舍是不应该，但通过此事，我想到了一个主意。那沙漠角的财宝，皆是由恶人掠夺而来。我想，日后我开个镖局，以我的修为保护他人不受恶人所扰。奎儿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，不如我的医馆就开在你的镖局旁边。如果你的镖师受伤了，就来我的医馆医治。怎么样？还是奎儿想得周到。